我们下面请这个新人好吗？曹玉兰，好，现在上来好。我们今天特别为这个新人有一个差遣礼，他决定呢要去参加角声的去法国和英国的短宣队啊。他把工作放下，去宣教，是不是伟申？是伟申啊，好，好，要不要讲一两句话？快快讲。我真的很感谢主，因为我答应过Vicky 好几年前就说要跟他去法国短宣，但是一直都没有人跟我提班。那三个多星期前，我的一个员工跟我说：“嘿，你不是要去法国啊？这次我可以跟你提班。”我还说感谢主听到我的祷告，然后我就赶快跟 Vicky 说。然后我最这么迟将才跟牧师说，就是因为我还要通过那个。那边的 organizer 他要 interview， 还要知道我能够不能够去来做这个工作。然后我这次去是做 assistant， 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这一次的短宣里面能够学习很多，还有更要的就是学习怎么去爱跟小孩子相处，那是我最大的一个难处。希望我能从这里面学习很多，谢谢。我们起立好吗？我们起立，我们都举起右手好，我们为他来祝福祷告。主，我们当今天我们按手在这个圣人身上的时候，巴不得你的恩典、你的恩赐，就是大大充满他。他去在加入角声的团队，去法国、英国去宣教的时候，主要他就在那里和众同工有个美好的搭配。你要亲自要开那传道的门，让他所教导的学生或者家长，他们因着福音，他们的生命得以改变。你也保守他能够平安的去，也平安的回来，让他身体健壮，灵里边活泼。祷告祝福，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